音乐之旅，这个 title 是很大的，你的资源是很大的，你绝对要配得上这些资源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淑君，我的外号叫淮水怪，淮水怪。之前参加 Hello 女神，就是从我海选到就是到最后我能得到第五名，除了幸运应该没有别的了，因为之前挺划水的，然后就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是到最后了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是蛮顺的。我其实不太会唱歌，但是我就是那种天降好运然后给我选上了你知道吧，然后呢然后我就来了。对对对，街还吹着风，我没有办法点评你，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你其实没有认真在唱啊。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唱的不够好吗？我好像感受到了，不是今天这个伴奏跟我上次感觉不一样吧。我觉得你并没有真正准备好。其实我看到你的这个简历说你的外号叫做滑水怪，但是我真不希望你把滑水怪这三个字真的变成你的标记。我可以说两句吗？我觉得你很幸运，对，你这样子，然后来参加这样的比赛。他们是非常不容易，会珍惜每一秒钟在舞台上，因为我觉得你很幸运。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不是那么幸运的人。我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都是靠我的努力、我的认真、我付出的所有得到的。我从来不会划水。然后感觉又让我想到了我自己。我也很拼，就很刚，所以我懂他心里那种无奈。我今天为什么觉得我会激动到我流泪，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你就是会这样子去对待这样一个机会，这样一个舞台。我不讨厌幸运的人，但是我不应该抱侥幸的心理。你的能力不够 OK， 但是你不能在舞台上做一些不尊重舞台的表现，你的态度一定要是认真的。请淑君到等候间等待你的结果。不等。世上有幸运的人，但没有永远幸运的人。不努力就想摘星，那腿得有多长。我真的不想打击他们的信心，可是我们六个人花时间来，对，你要争取每一句都重要，每一个表演都要努力。很遗憾 ，Star 赛道苏麦雅 ，Star 赛道何猷珊 ，Star 赛道张瑶 ，Star 赛道王楚 ，Restar 赛道陈淑君将暂时离开明日舞台。太恐怖了吧？他们那边能走到一半吗？真打击很大哎。当我们赛道就突然间人越来越少，而那边的人却依旧像个家一样，你会觉得那种残破感给到你的冲击力很大。啊，这烦死了！开明日舞台。脸上的喜悦，太棒了，太优秀了。我不敢比了，你们这样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态特别好，很多人心态都崩了，就我一个人心态还蛮好的，而且还眯了一会儿。
好的，我们接下来想看一下 Star 赛道的红一诺。加油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夸张的就那喊，那我也不太好意思，我就往前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好像也没有，因为我平常也不是很显摆的人。你觉得你受到惊险的惊吓？我觉得平常，挺平常的，我们 star 的选手都是这样。好小哦，好可爱啊。担心的地方吗？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就只管自己往前冲呗。看他的穿着就怪怪的，然后还蛮复古。老师们好，我叫洪一诺。你这身服装是自己打扮的还是？我上衣是我妈妈的。红波点吗？看得出来吧，复古摩登，好可爱。好，你准备好就开始你的表演吧。麻烦一下老师放下。星或者五星，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啊？这首是一首